郑海侯兴奋了，我真的太兴奋了，因为其实我们主持人是比较今天是比较早来到会场先准备，然后呢，我就一直想说哇，我这些朋友们、老师们、这些优秀的入围者们，他们在哪里？因为通常我以往的惯例就是我会先去骚扰大家，说他们人都没来，但我hold住我这个能量，对，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，我们刚刚是不是完成了一个壮举，可以说吗？ 可以借这机会说吗？因为刚刚还没有人来，对，我跟已经着装完毕很久了，所以我刚刚偷偷的在这边拍了一支我的 MV。他很浮夸哎，我都还没梳化完，大概我距离我梳化完成前一个小时，他就来突袭我说他已经拍好了他的一支 MV， 所以是准歌王，你知道吗 ？Always ready。主要还是求新求变啊，就是尽量在这个压缩的时间里面变出一些新花样，因为毕竟我们今天也是时间的战士，对不对？斩杀所有红毯的不可预期，提供所有音乐人最高礼遇，可以这么说的。没错，讲太好了。我偷偷问帮大志的大哥大姐们问一下，因为呢，他今年也是入围了三项大奖，听说因为既然来到红毯，肯定有一些带点红嘛，你有吗？有。我其实这个是没有预期的，但我今天就是拿袜子说，哎，奇怪，我发现我的包包里面怎么有一个有红色的袜子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露吗？露一下袜子啊。可以露一下吗？哦，这样算吗？有看到吗？一点点，有一个红色，是不是很荒谬？不好意思，这个动作不是很好看，我先收回去。那上面也会露一下吗？上面要看状况，如果真的太热，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也许我就直接。这边有彩排，会吗？好，那还是比较好了。I don't know， 但因为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身材可以露。我准备好 ，OK。秀一下吧。没有啦，不是没什么好秀的，我现在真的没什么好秀的。哎，我这样，大哥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再等我几个月，我练好以后，我直接没有人要我秀，我也会秀的，真的。对，因为大哥今年的就是男生的这个肉体的部分，我们当然就要交给我们国民鼓掌。没错。因为他已经，你知道，他练好冰块肌了，我们有说好。你真的不要乱练。因为今天在那个大牛哥面前。我就是想说，所有的这个男入围者要很危险，千万不要随意的露。不错，大家可以期待他上台的造型啊。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因为我进去里面的时候也会换一点小小不一样的巧思。